没了，但是依旧被压着啊，很难受。来大招，怎么说？要接看了，哎呦，这大招差点把布隆秒掉了，两大招都没了，带着一屁股直坐死两只，根本就玩不了球界，毫无还手之力。 五龙 buff 没了 ，EDG， 但是已经被消耗的很惨了，直接开卡拉威，卡拉威闪现差一点的，但妮娜塔能给复活啊，死不了，能给复活呀，正面没有人管金克斯，欧文一个人就单防住了，我操，一个 Q 绝望，完全碾压式，真的，努力训练，十四号加油，只能说努力训练，只能说接地机实力确实太强了，这不开玩笑，接地机确实强。对，季后赛见了是吧？只能季后赛，可能被一波了呀，他们大龙 buff 还有五十秒，闪开这个螳螂，螳螂是可以复活的，英雄登场，他来复活，全没了，得打一波，因为确实不打就被一波了，恭喜京东。 EDG， 哇，没想到EDG这个赛季开局是一杠三。红蓝刀往前刮，刮到对面都没血，过来忍不了了，直接开卡拉威，受不了了，人家有春哥，有僵尸，过来开卡拉威，应该要把自己全杀了，最后卡拉威都没秒掉，啊，没有春哥的卡拉威，有僵尸啊，没办法呀，僵尸，主要 EDG 现在只够秒一个人，那秒一个人，猎塔塔随便给谁一个 W， 那个人就能活下来。